鼓声、加油声，参赛小朋友们卯足全力，展现对龙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。大家团结一心，好，那么能够勇往直前，迈向成功。所以我想给孩子的教育，就是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呢，用这个团结的精神、团队的力量，那么有一心一意，那能够勇往直前，展现团队合作的精神，更提倡环保永续。参赛者发挥创意，利用环保材质和手工技巧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龙舟，秀出才华和创意。除了纸箱以外，我们还用了蛋盒，还有棉花，在我们着色还用到蜡笔跟喷漆。这个奖的话是用纸筒以及它那个纸板粘上去之后是制成的。佛光山极乐寺还推出了香包 DIY 活动，发扬古人除瘟辟邪的智慧，希望带给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吉祥，疫情远离，病毒远离，那大家能够人人行三好，我想世界会更美好。陆上赛龙舟不仅展现了端午节的热情和传统文化，也为参与者和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精神上的盛宴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